Hello, this is the semi-final of the women single event. Chen Meng from Shandong versus Wang Manyu from Heilongjiang, the power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China. What is wrong with Chen Meng or Wang Manyu? Backhand is more powerful. 全国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那么这场半决赛呢，也是在两位奥运冠军陈梦和王曼玉之间展开。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王曼玉是1-0领先，第二局4-6。那么这一次在全运会女单项目的争夺当中呢，进入到女单四强，是被四位的东京奥运选手所包揽了。这场半决赛是。 陈梦和王曼玉，那么第二场半决赛将在刘诗雯和孙颖莎之间展开，还是打一个吊右压锁。陈梦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是辽宁选手王艺迪，陈梦是4-2战胜对手，进入到女单四强。那么这也是陈梦在2013年全运会以来再一次的进入到女单的四强当中。 哇，漂亮！这一球王曼玉顶得不错。两个人从打法特点上来讲，王曼玉是反手非常的突出，尤其是她反手的发力质量很高很爆。 那么也有一些这种发球抢攻体系，6-8。但陈梦呢是属于正反手实力比较均衡，其中也是反手相对于突出，更多的陈梦是打大陆球、打实力球，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从这种打法特点上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今天的这场比赛回合也很多。 不过全运会密集的高质量的赛程，现在两名选手其实都是有一些伤病的情况，像陈梦的肩是起了一些反应，王曼玉是在昨天混双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一个紧急的伤病处理，是在于她这个右大腿右膝的位置。 回摆，这个球回摆太高了，哎，这应该是陈梦的一个机会球啊，陈梦还是下意识的捂了捂自己的右肩，应该今天还是有一些伤的情况。王曼玉也是这一次比赛的铁人，一人肩爆了4项。 我们看到今天他的一个右大腿，就打了保护上来的。女团当中，王曼玉是一场未失，混双呢是闯进了决赛，拿到了亚军。女双也是和车小希搭档，打进到了四强。 10-7。
7-7，王曼玉是拿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时间到，继续比赛。小组赛里，陈梦和王曼玉曾经是有过一次交手，啊，当时陈梦是0-3输给了王曼玉。昨天在展望半决赛当中，陈梦也是说，王曼玉的比赛他也看了，包括每一项状态都很不错。今天这场比赛，陈梦是抱着积极专注的心态去拼王曼玉。希望能够比小组赛打得更好一些，啊，其实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啊，已经打到全运会女单的四强，四位都是奥运选手，大家彼此之间呢实力非常接近，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输赢胜负都是很正常的，0-0，谁输谁赢其实都很正常。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啊，前两局目前王曼玉是2-0领先。连续的顶中路，2-0。还是对反手。陈梦上来这个反手的无谓失误啊，也真的有点多，自己也是连连的摇头。画面上给到了黑龙江队，山东队要了暂停。前三天进入到单项比赛之后啊，都是一天三赛啊，要打女单、混双和女双的比赛，体能的消耗很大，包括精力上的消耗。但是对于王曼玉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在不断去挖掘她潜能的一个过程，也是看看王曼玉能够突破到什么地步。现在是第三局的开局阶段啊，0-3落后的情况下，陈梦自己要了一个暂停。那，我们看到王曼玉的这个右大腿啊，就是昨天混双比赛当中拉伤了啊，今天是打了保护上场的。上来陈梦有变化，从王曼玉的正手大脚去突破，这球没有太多的犹豫啊，直接第三板就变了正手。
给了一个正手的半出台，暂停回来调整的这两分，陈梦都是从王曼玉的正手半台去突破。 这场比赛双方的实力啊，都是毫厘之间，连续三个都是给正手。陈梦今天也是肩有伤，很多这种机会球、半机会球都是拉丢了。 两个人感觉都还是有一些累，打了好几项了，尤其是这种赛程的时间长，精力的消耗大，所以今天的这场球回合并不像两个人以前的比赛当中回合那么的多。2比7，王曼玉正手的一个发动，7比2，再得一分。 直接吃发球了，8比3。哇，反手连续的失误，9比3。 第三局现在王曼玉是掌控了局面，直接开场球侧身抢攻，王曼玉拿到第三局局点。 这一次的比赛多项里，王曼玉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尤其是她在场上这种精神面貌，现在是非常积极，而且越打越自信。11比3，王曼玉拿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3比0领先。观众朋友们，那么比赛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大家说我们要不要给场上的两位运动员加油？ 理想的成绩，也希望大家能在今天收获到一场精彩的比赶紧坚定吧，好吗？没问题，冲锋来吧，没问题，冲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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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比赛，陈梦继续比赛。 接发球，反手直接侧过来拧冲，这是王曼玉打法当中很先进的地方啊！这一代的年轻运动员，包括王曼玉和孙颖莎，他们的接发球都是有这种一板过的拧上旋的能力。 发球抢攻，陈梦看了一个回头，三点，还是两个人很熟悉。2-4。 开场球吊右压左，连续扛住，4-3。现在陈梦的战术也很简单了啊，就是打相持打实力，上来第一板就先变王曼玉的正手大脚，再压回到反手位。王曼玉其实在女乒当中个子也很高啊，现在在国家队里应该是女乒里第二高的，所以她的这种护台能力也是很强。 这局陈梦失了两个发球，半出台，赛中路。 啊，今天陈梦的反手真的失误太多了。
一个发出抢攻。 陈梦追回两分，两个人今天其实身体啊，包括精力都不是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啊，还是连轴转下来很疲惫，也都是有伤。 今天这场球其实也要看意志品质了啊，看看谁能够把这一场给咬下来，给坚持下来。6-7，陈梦现在是连追三分，6-7。 半出台，8-6。 去变陈梦的正手，那这个女运动员的比赛当中呢，两个右手横板，这也是大家常用的一个打法套路啊，打吊右压左，反手相持对住当中，拔出手来变一个直线。 王曼玉现在追到了8-8。 中路短球，还是吊油压左啊！接发球，陈梦劈到王曼玉的正手大脚，再压回到反手位，反拉。 看回头，这样现在第4局是来到了9-9，要接下来的这一分就很关键，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赛点。 本场比赛的赛点9-10。 劈长，陈梦上手反拉。
是4-0战胜了陈梦，闯入到了本次全运会女单的决赛当中。这是王曼玉继混双之后啊，再一度的闯入到了决赛。祝贺王曼玉。那么陈梦呢，将进入到3-4名的铜牌争夺战。王曼玉为大家带来的这一场精彩的比赛，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见。向您进入由怡宝为您带来的闪耀时刻。